学校的人只是怕你爸爸罢了，不是怕你。草莓说完后就走了，便回家去了。现在只剩下伟伟一个人在学校门口风中凌乱。这一期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是人，别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就去欺负别人，将来有一天别人也会欺负你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在学校里有没有被同学欺负过呢？可以告诉我呀。